哋上去咧就係去揾李嘉誠。咁你見到我哋著到咧成班衣冠禽獸咁咧，就係要上去長安中心揾阿誠哥，就希望有封信咧直接交俾佢。咁啊，我諗社運界好少著到咁啊，即係結婚之後咁嘅狀態。你落翻去先，唔該你。資本奴隸金腰帶，你落翻去先。資本奴隸金腰帶，工人階級冇屍鞋。我哋工人階級冇屍鞋。資本奴隸金腰帶，落翻去先。資本奴隸金腰帶。我覺得都我會話係順利咯，但係唔成功咯，因為原本係始終。最好都是找到李嘉誠出來回應工友的訴求，保障他們的生活，這樣才叫成功。職員態度都是他們都是例行公事這樣，就是我覺得他們效率都快的。我們會將你的信會轉交給李先生會看看，但是我們寫明拜輕，我們會跟你轉交的，放心。因為入面即你會拜輕是轉交給他，但是我們想拜輕我們的手給他，我跟你轉交一樣，不一樣，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一樣。如果幾時有一幅有回覆啊？同埋如果今日幾時有回覆啊？賣輕誒呢個唔清楚啊，我都係。同埋我都估唔到佢就咁順攤揾代表出嚟咯，即係以前上去嗰啲其他嘅領匯啊、港鐵嗰啲 office 咁都係俾人的落嚟咁樣。我哋都繼續會有其他嘅突擊行動啦。如果李嘉誠或者係即係呢個和和集團再係唔回應工友嘅訴求，躲避責任咁樣，咁另外，但係嗰啲突擊行動就官司係未會公開住，咁但係公開嘅，譬如話全城販賣李嘉誠咁樣都會繼續咯。咁亦都係會繼續係配合工會方面嘅，譬如話晚會啊嗰啲咁樣嘅籌備。